你有吃过这个吗？可是，你给我放尊重。哦，两年了。Oh my god， 苦逼。Like crazy, everybody's trying to steal my lady. Sputters in the mirror and things can't be right. Back to the scene of a Friday night, to a blessed collision, still frozen tight. Spill a drink of Cupid and the sound of her first chime. And why did you argue?Dreaming of those eyes, the best part of my life. And when we make love, babe, I wouldn't make a sound. The clock won't turn around.很快的来 get ready 一下，不应该边喷这个边讲话。今天是星期天，所以我今天起得很晚，我大概快要12点吧才起来。然后我给自己弄了一个 brunch， 我真的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吃 French toast 了。以前在美国的时候，最喜欢去那种 diner， 你知道吗？就那种美式餐厅那种卖早午餐的。我每次去不是点 omelette 就是点 French toast。我之前因为眼睛的角膜有一点点小受伤嘛，所以我最近已经快两个礼拜没有戴隐形眼镜了。对，所以慢慢的习惯眼睛前面有点模糊的生活。然后必须要大推一下，最近最喜欢的就是这个 Lancome 的粉底，我喜欢到开始大推我身边的朋友去买，然后我已经成功的推坑 Crystal也去买了一罐，然后他也很喜欢，所以现在我 Vanessa 跟 Crystal 哥都有这个粉底液。这真的上啊，完好完好，它没有破掉啊！我刚心跳漏跳了一拍，它真的上妆起来很自然，很服帖，然后遮瑕算是中上吧，就是还不错。然后这个是 Urban Decay 的 Naked Skin Concealer。为什么今天很晚起？其实很大一个原因是。因为我昨天4点钟才睡，我昨天录了一个 podcast， 然后又看了我的大叔把全部看完了，所以昨天算是我给自己的一个 splurge 吧，就假日嘛，给自己一点放纵的时间。我今天会先在家里把我的 podcast 跟影片先剪一剪，然后等一下我想要去旺角洗我的菲林像，这是我第3卷的菲林像。然后之后我会去昌元家，他今天要煮一个好像是丝瓜蛤蜊面线吧，我也忘了。眉毛真的是妆容非常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有没有觉得我画完眉毛之后整个人都精神了起来？锵。Don't you see? You don't fool anyone. Your life to me is buried.
山，哇，超香的！而且我刚在买记忆山的时候，旁边有人在打架。就是我一开始以为他们在就是笑闹，你知道吗？就一群朋友在那边，是小屁孩吗？他发现就那个尖叫声有点凄厉。你有吃过这个吗？口味我随便选。没有，这三个口味都没吃过。原味，那个很美。避风塘啊，好像是。然后这个是什么？新加坡什么什么东西？嗯，好吃。来了，哇！你来说一下这道菜的名字叫做？它叫做麻油鸡面线，然后什么？要厉害一点的名字，麻油鸡左。金光闪闪之类。你待会上那个弹幕就可以了。麻油鸡、丝瓜蛤蜊、左丝瓜蛤蜊、麻油鸡、左丝瓜蛤蜊面线。哦，猫咪，我还在疑被你发现了。我们刚才看《Running Man》新的那一集，就是他们挑战 a cappella 那一段。看完之后，这个人就洗脑了。BTS 的 Dynamite， 上次我们去野餐的时候，我们放了一遍之后，他就说他现在疯狂的被洗脑这一首，来唱一下 Dynamite。可是不，你要这样对我啦，我煮饭给你吃，你不要这样。好冷淡哦，好难过。今天是周一 ，Monday Blues。所以你今天还穿蓝色吗？对啊，我全身蓝屌的这个说法，蓝色是蓝色。我是两个没良心的同事。你说你在笑什么？你往下看就可以。这里不用光吧，就推有一点，很美啊！每天都穿着丝袜来上班的，是这样？什么意思？你给我放尊重哦，你！哎，他笑成这样，真的很失礼耶！不是啊，你知道前几天呢，我们有一个创作者的平面拍摄的日期，然后我们加创作者 B Chan， 就我们跟他说，你看身体是不是很像穿了一个丝袜？然后 B Chan 就说，哎，不是吧，他是真的穿了丝袜吧？而且那天我朋友说，他去晒了一次之后两年了，然后我就心凉了一半，想说两年都还没好。因为我昨天去洗菲林照，然后我今天洗出来了，其中一张照片。你有多明显？然后我旁边这位小姐就给我笑到这样子。
我们暌违了好像第三个月，终于又在补货了。首先呢，有这个冷泡茶，因为毕竟我们都开始上了年纪了，所以必须要喝一点健康的茶。然后还有就是一些不是很健康的东西，像是这个薯条、手游妹啊、纸瓶。对，这个吗？纸瓶。都喝纸瓶啊。还有我，这个是大人的饮料。小孩的饮料，一个人是又有小孩又有大人又有上年纪。今日愉快，可能系半斤咯。If I could tell you, I would. Honestly, no secrets between us. No, it's just honesty. 好吧，那我们就一样照这样做吧。啊，对，因为他一定是花底差的，对。我觉得一样的东西，让他们自己选。嗯，对。你刚才干嘛？我也是。无聊，不是我无聊。Okay, guys， 我刚工作了一下，不知不觉又过了一个多，快要一个小时。然后，我今天呢，要来煮这个康宝的，看到吗？今天要来煮这个康宝的浓汤。那我最喜欢的是这个金黄玉米浓汤。那但是因为现在时间其实有点晚了，所以应该算是宵夜吧。所以。我应该就是会把冰箱里面剩下的一些菜把它煮掉，然后不会吃太多淀粉这样子。先溜吧就好。我之前不是说这个很适合一个人住或是懒人来吃吗？今天就是示范给大家看有多懒。基本上我等一下应该会先烫青菜，然后把这个汤料给放进去。站Excuse me. Wait. Hello, everybody. What's up? Hello, everybody. Welcome back. Hello. aka The Fudge. My name is Cynthia. Nice to meet you.我跟你们说 ，Cynthia 咧，而家咧就快咧去到100,000啦。咁咧，然之后咧，我今天一整天都好紧张，好紧张。OK， 所以呢，我等一下决定呢，开会的时候我就偷偷的在我的 IG 跟转发，subscribe Cynthia， 然后就害我错过那个破100,000的甄姐姐。几开完每你去 cafe 以后 ，What the fuck？ 11,000。你紧张吗？紧张啊，就是我没有想过会那么多，有这一天，真的，你的努力他们会看见的，还没对，你们知道吗？他真的很厉害，就是要照顾我已经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负担，对，负担是不是？然后你还可以自己拍影片，还有字幕 ，how？ 我觉得我会行咯。不会啊 ，OK， 啊你就可以开 live 咁样，好似just like 你攞咗 Oscar 你嗰只，如果他害我没有 catch 到那个破100,000的那一刻的话，我不会啦，我跟你势不两立。
对。好的，各位，现在呢，今天感觉会是一个意义很重大的一天。为什么呢？是因为我的频道在差一点点就要突破10万订阅了。我现在在后台看到的数字是99956个订阅，所以还差44个人就会达到10万订阅。然后我刚用网络上面可以看那个 live subscriber count 的那个网站，但是因为 YouTube 现在好像政策有点改变，所以他们只能够显示到百位数，所以他不会跟你讲说你就是他后面一直是00，直到你跳过下一个100这样。所以我现在就是盯着一个99900，然后看他什么时候会这样哇跳成10万这样。我不知道怎么去感受这个 moment， 因为感觉起来不是很真实，你知道吗？我还没有那个实感说 this is happening。 可能10万对很多人来说就感觉这是很基本的一个门槛，但对我来说，我觉得就是我一直以来都觉得啊，我只要做到10万订阅就是我的最大的目标，然后现在好像哦，真的离这个目标这么近的时候，就有点不知所措这样子。那我现在想要来开一个 IG 的直播，然后等一下破10万左右的时候，再跟大家聊吧。好的，各位，我现在正在等我的订阅人数 focus， 正在等倒数破10万。然后我现在开了一个 IG live， everybody say hi。现在还差18个人，加油！现在我再刷新一次，看怎么样？再两个人 ！Oh my god！ 这里有那个 life。我10万了。耶、yeah ！谢谢大家。哭屁啊！啊，到底哭屁过？我决定要戴口罩了。像这样实在是太丑了，必须要遮起来。哎，不对，我戴反了 ，sorry。啊，我怎么会哭呢？哎，气死我了！谢谢大家陪我一起倒数，然后大家可以现在去睡觉了。Brothers, one day we gon' make it. We just gotta grind for that paycheck. Mama told me one day I'd be famous. Remember when she used to say she hated us? Back then they would laugh when I say shit. Now I'm inside all them people's playlists. So one day I'll be stomping.